冬天这遍地雪地挖鹅毛，应该从2007年开始，南方不有鹅毛，我北京为什么就不能挖呢？后来不赶上这价格也不好，我冬天这北京这是不是价格高点？它南方的运过来鹅毛，北京价挺高的。像现在不有这七个鸡吗？以前都没有这冰川，你冰也那么厚，那时候冰都30公分，你要吹过整块那个冰，要半天才来吹一块冰，所以说挖我就不想挖。你看到这有个差距的，你挖出来是钱的，本身就有五毛钱的差距，又想起来挖了，不就为了这钱吗？飞山道，觉得干这个事情这么累，这么冷也不错。现在什么都涨，你不什么东西都涨钱，你不涨钱我操！在这干挖工活，一天也20。这个就是这个活是也养不老，也养不起了。就凭我今年四十六也是得干，三四年，就不干不动了，就这活。今年这人工费可就高了，雇的人，打电话雇的人来，还得涨钱。今年那个老家还有几个人没上？老家还有7-8个人。老家还7-8个人。都要涨钱。去年是150，今年全都涨到200。前年才100块钱，这一年比一年涨，这偶到不涨价。那也没办法，办啊办。这地主也涨。什么伙食也得涨，什么都得涨。那也得想办法雇人呢。你有的时候打电话叫人，人家还不过来。你就200块钱的，人家还不干。特别今年，
人工就更那么难找了。不像我们以前工人还上我们老板这来买买东西是吧，像现在这区域改变，我老板应该上工人家去拜年了，不然他不来。要么五六年前大小一块走也不挑，就什么我拿起来就上车了，现在就挑整整了。等等啊，兄弟来，老板来。这是劳动的，咱们说不起。现在小贩去捡好的，现在后面他就不要了。这好不容易挖起来，你说打狠一点，那不好吃，不能吃。哪有什么不好吃，都叫回家这个白收给他了，他回家都赚点钱。哪有什么不能吃的，你倒好。削一下。给他看好。你给那个灯光再开开，差不多能抽奖了。它分类是甲乙丙丁的，给它分清楚了，回家也好卖了。怎么的还得打？还没我花。回家去卖。卖一个。卖两块钱银。我这马路南和马路北面大概是360亩，现在不就清楚的要估计要征收这树嘛，跟大队也协商好几天了，唯一的就赔偿太低了。我的欧种从去年也出产到现在250吨种子也没挖，目前他是3月10号要征收这地，我也没时间挖这个，因为我的手太大了，他的赔偿太少了。现在这藕如果不给我的藕的损失就是200万，如果给我挖了，最少的损失100万。再加我现在雇的工人，有这么多人全闲在这，我现在真没办法解决这事情。